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呢是小林的广播时间。那今天的广播时间呢，小林要向大家宣布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最近呢我们小林玩具频道呢是不是上传了两个只有月儿和 Summer 然后没有小林的视频呢？然后我就看了大家的留言，大家都说哎，怎么都没有小林，小林去哪里了，小林和 Summer 是不是吵架了，小林和月儿是不是吵架了，然后甚至也有人说小林是不是生病了，小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都不是哦。然后呢小林和 Summer 还有月儿呢都没有吵架，然后呢小林也没有生病也没有出事，只是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视频，光靠小林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，所以呢小林就特地邀请了 Summer 和月儿姐姐上传一些有趣的视频分享给大家。以后呢小林还可能会和小朋友还有呢男孩子一起玩玩具，然后呢再拍各种有趣的视频给大家看。那么以后呢如果大家看到没有小林的视频也不要感到奇怪哦，这些视频有都会非常有趣的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小林玩具的 logo 也就是卡通人物形象呢最终确定为 C。 大家给我的留言呢，各个平台的留言我都有认真的看，然后呢我觉得大家说 C 呢看起来笑得非常的甜美，然后跟我们频道呢活泼可爱的这种氛围呢非常的相近，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为 C 了。然后呢经过我们的改良之后呢，最终 C 呢是这样子的哦。怎么样，很可爱吧？那大家对我们的 logo 呢还有更多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都可以微博私信给我哦，我都会认真看大家的留言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的小林广播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